记者于兆福基隆报道，天气冷飕飕，但是做环保的心却依旧热情。北部调频广播电台暨国际福伦3522地区于今天举办外木商大五轮奥里净滩活动。虽然今天气温只有摄氏14度，但仍有150人参加，共清出垃圾及保特瓶、塑胶瓶一吨的物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净滩活动中有十几位年逾70的长者，其中尤美女士今年80岁，平日就常从事各项健身活动，唱歌、国标舞样样不输人。她表示，参加净滩既做环保又可健身，何乐而不为？另一位74岁王丽华女士是资深广播人，她表示要活着要动，所以一听到电台举办净滩活动，她第一个报名参加。北部调频广播电台台长于莹表示，此次是以关怀大地之理念来规划净滩活动，由电台节目主持人己身做起，并呼吁听众能亲自动手做环保，为地球永续生存尽一份心力。国际福伦3522地区总监郭继勋也带领数十位社员共同参与净滩活动。郭继勋表示，福伦社长期从事各项公益活动，净滩活动是首次参与，也希望能将举手之劳做环保的理念深植于民众心里。